喜哈，我挺想看的嘛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妹妹的问，注意安全。我再声明一下，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捐赠。你要咱要捐赠呢，捐赠给需要的人，我不需要，但是吧？你单看这些的有需要的人，捐赠给他们。我在哪里？第一地方。注意安全，下边有的我看有一些这些老百姓开摩托车拉客的，你千万别坐，你就是别把要钱，不要钱都不坐，那最不安全了。我说过，你千万注意，别坐那车，这经不能走动。观光要三环经，就是俺三环的经，哎，看看桃花，不要钱坐，你千万别坐那摩托车，注意安全。谢谢啊。我你的支持我非常高兴，还有谢谢，大家外边逛逛，休息休息啊！别听这人会员，这人哈，他看到我这人实在当路呢，我可是嘛，你注意啊，你别叫人那个，先就这样，你进行问哈，谢谢大家关心，和支持啊。王老师，好，不要激动，好，往后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。这次表现非常棒啊！到那个现在是2:30，4点左右，带着老表哥出来一下。来，这样家人们来，都堵了啊！老表回来，今天我们不出来了。什么？此时此刻，音乐嗨起来，兄弟们！